我们想要找纪念戒。纪念戒吗？我们想要就是比较特别一点，然后比较跟别人不一样的。OK， 那可以选择我们 Acrito 系列，是我们是全台独家代理的部分。大家可以依照你们的喜好跟需求去定制出完全独一无二的戒指。好，那我们就这边请咯。好。市面上的戒指很多，但是都没有那种独一无二的设计。那对我来说，啾啾是很特别，是很独特的存在。那我想要送给他一份独一无二的纪念。如果问我说心中最完美的戒指是什么样子的话，那我会觉得是可以定制的戒指，因为我觉得可以定制的戒指是比较特别，那它就可以凸显出我们两个的爱情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那如果说戒指上面是可以刻字，或者说有一些属于我们两个的回忆，或者是可以刻指纹的话，那就更棒了。那我们 Acrito 系列的部分的话，其实有多达36种的轮廓大小版型以及尺寸可以做一个挑选。我这边的话有帮两位就是拿一些材质可以让你们去做挑选，可以选择看你要18K 金、玫瑰金、银白色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说这边就是戒指很多种很难挑，可是有没有比较特殊的，我们就是可以比较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？那我们很特别部分是 Acrito 的话，它也可以有自己的专属印记，两位可以刻上就是彼此的指纹。指纹，对，就是戒指的话，其实上面其实有一个刻上指纹的这个 sample， 可以看一下。哎，它真的有哎，指纹，对，这样就不怕不见。对对，可以去警察局找到，如果是我的，对指纹。我们刚刚看的都是这种比较素面的，那有钻的吗？有，像这两只戒指部分的话呢，上面的钻石设计都是可以依照小姐的需求去做调整。小姐有没有指定的颗数，也可以帮您就是镶嵌上去。老公，我是几颗，要几颗钻都可以吗？要几颗钻都可以，都可以啊。那我想要刷一排，一整排，刷一排钻石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觉得你这一年这么辛苦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你比这个钻石还要重要。哇，你们也太甜蜜了吧！所以我们来特地来做这个对戒，对，然后定制一个专门属于我们的对戒，这样子。九九，与你相遇、相知、相喜。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，是你教会了我放下形象做自己，是你在我脆弱的时候支持我，是你让我相信我们可以共同承担生活的苦与乐。跟你在一起总是这么的放松，这么的自然，不用在意形象，不用兢兢业业的说话。跟你在一起，我就是那个纯真开朗、一直想当谐星的幼稚男孩。你在我的眼里，总是那么的善良、单纯、可爱。今天我们即将在众人的祝福下进入另一个阶段。我承诺，我会给你安全感，给你我的热情，照顾你、支持你。当你开心时，我会和你一起开心，一起庆祝。当你难过时，我会是你的避风港，为你遮风挡雨。未来的日子，我们要一起去创造，创造属于我们的故事。我陈雅玲愿意嫁给卓亨颖为我的合法丈夫。我承诺，从今天开始，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，富有或者贫穷，健康或者疾病，我将永远爱你，珍惜你，并且对你真诚，直到永远。